下面的长度中最短的是第，立马到成功，当机立断，当然啊，先是。哎呦，和你比赛，我不是老外，唱歌和精彩，我的民族风会让你崇拜，我不是老外。参赛是一个过程。 而从中有更多的机会留给自己，学到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知识，才是最大的收获。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。